但是 PUA 呢，它其实如果觉得是有一个核心的话，它这个核心叫做让对方开始怀疑自己，产生自我怀疑，就对他说的每句话，甚至他的整个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他都开始动摇了，就是在这一刻，就叫 PUA。我又相信了你是在 PUA 我不是简单、哎、徐老师你在文学小说的情节里如果是按照他讲的这个定义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不是比如说一个师长一个长辈或者一个爱人那么你们两个在一起他开始给你讲他的人生观于是呢他让你感觉到了你觉今世而昨非他让你感觉到了我的以前是有问题的我错了于是我准备重新做人那么我怎样重新做人呢我还是要多听听他的哎，这种关系到底是良性的还是劣性的其实其核心呢是心理暗示这种人跟人关系的这种控制啊，这实际上目的是操控或者说 manipulate就是说啊，这个暗暗的操控你的这个情绪，让你觉得你是错的，这种方法一直有。总而言之是让你怀疑自己，让你然后接受他的劝告。可是他这个分不分有预谋的和无预谋的？就是这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个当事人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叫停，就他能不能离开这段关系？天。其实如果说他说哎，这个事儿你讲的也很对你让我去想一想就是他是有一个主动权的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叫做 PUA 那什么情况比如说他说你讲的这个东西让我挺不舒服的你不要再讲了然后对方如果说他说你为什么不舒服你不舒服这还是代表着你这个心里边有问题啊，你今天就不能走你就必须在这儿给我把这个不舒服给克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操控他对这个人就开始形成了一种就他没得选嘛他只能留在那个地方包括像有些传销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手段就是你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你不能离开对对哎我参加过啊有、哎、你怎么会参加过这个这个收到一个通知说我中了一个什么奖中奖送课程可以在南洋的什么海边的酒店可以免费住一个星期之类的那我就去了拿奖的时候就告诉我你可以买那个别墅的房间然后你买了以后呢你拥有全世界的他的连锁他给我看这阿根廷的这个是秘鲁的这个是巴西的啊，你每年夏天都能住就做这个东西然后你要花多少钱去买开始我听听蛮好后来我发现不对这个天下没那么多的好事对不对那我就跟你的一样的说法我说啊非常好非常好那让我想想等到我说出让我想想我才发现你是不能走的。哦。你在一个大厅里这个大厅很多人坐的很和善的这些推销员穿的很时髦的男的西装女的什么啊这个你是不能走你这两个人讲不完了他换两个人来跟你讲讲。再两个人讲。你我后来发现我像被绑架劫持一样软禁哎他就是你看你如果这个不买你不买一流的别墅那你可以买一个 apartment 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有反感情绪了我就什么都不买你再给我便宜你那个免费的我也不要了机票我也不要了对吧我啥都不要我浪费了这个时间是不是他还跟你纠缠就我觉得基本的形式就是这样核心这是哪里呢你讲的那个 PUA 啊跟我们讲的比较好的思想工作或者心理疏导的区别是它是要目的它是为了目的要改变你操控你那么另外一种像他们以前做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它不是目的它是过程就我给你这段时间延长延长了我多收费但是我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发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不对你最后会变成怎么样承担一个什么责任这并不是你的主要是的但是另外的你讲的那个你说谈恋爱的那个特别的方法跟以前的所谓洗脑过程啊什么那它是目的那是目的啊这是分别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教授和你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你不就是改变他吗不他原来对文学的见识可能是幼稚的
你打破了它，然后你教给他新的见识。但第一，我只是告诉他你怎么样写文章可以拿到好的分数，至于你愿不愿意这样写，你是怎么样看法的，这个是你的决定。而且我们的专业更重要了，一切都告诉他们，我们讲的哪个专家讲的谁谁谁权威讲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的。嗯，啊，就所以你就算这个学生如果很不像话，比方说他一直不来上课，考试也不来什么的，那很简单，我们就按照就部分合约嘛，我不负责他的全部人生的，他要怎么样我是没办法的，他可以跑来说我家庭有什么困难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所以无法完成，那我一点都没办法，我连他那个疏导的工作也不做，我只是告诉他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劝你尽量，那我可以帮你忙，这个给你延期这样写，比如你我觉得他写的方法不对，我就会告诉他你这样写的话拿不到好分数的，对不对，你大概我也不能带你写，但是你大概啊需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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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改变他，我没有目的，我的目的只是在我们的合约关系，我的教书的责任跟他学习的责任之间，我们履行这个合约的关系。对，而且还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能够突破老师的框架更好，是吧？你看啊，听一些太太就会讲，比如说这个，她觉得她跟她的老公沟通有问题，就是比如说她老公可能说她做菜做咸了，她在她老公看来，你少放盐就行了。这是个解决的问题，但是对太太来说，她会觉得你是打击我。比如说这个太太跟老公讲，今天这个碰见了什么事儿，单位里比如说义军对我这个不好了，但老公就说，哎，我告诉你一二三，可是太太觉得我不是要给你征求办法，该怎么解决我自己知道，我只是需要你听我说一说。就是说啊，有的人对于批评，就是你说我不好啊，我能滤掉你的那些情感信息，我能比较理性的想你说的对不对，我这事儿是不是错了，这是第一，你对我的态度是第二。但是我发现啊，就是你感觉到的这个人指出的不是说这个茶杯你没做好，而是就是说为什么被别人批评了就觉得自己全面崩溃了。嗯， nothing personal， 就是说你觉得他是针对你而不是讲这个事，你就会生气。很多生气的情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讲我这件事情，那没关系。中国的这个人情复杂，嗯，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讲事情的，讲事情的话会怕得罪人，所以一般讲的时候都有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条理。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诀窍，就是一个事情如果有问题，你去指出的时候要先当病人再做医生。社会的事、人际的事、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当人说什么什么不对的时候，都是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出发的。比方说对一个小孩，他说他打游戏机，他父亲就是医生，对不对？他这个是不对，有问题了啊，那但是他不会站在他这个小孩的立场上，你要设想你是个小孩，你为什么回到家里功课不想做就在打游戏呢？他不替他去想的，对的。你看他不想病人的心理，直接来做医生，谁都是指责一个现象，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文学也是这样，很多作家写一个社会现象，都是觉得社会病了，这个人物病了，我们要提出一个药方，对不对？我就觉得先做病人再做医生，或者至少你设身处地觉得你是一个病人，然后你才想你的药方和医治，这样会比较好。徐老师可以来干我们这行。但是可是现在网上不就有个很流行的帖子就讲这个事儿吗？就说这是什么大型 PUA 现场，就说那些老板们都点赞给员工发，就说对公司应该感恩戴德，因为不容易在疫情期间给你发工资，就是你说就您说的，但人家就说这是 PUA 啊，就是不我讲的正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你老板你来批评员工不替公司着想的时候，你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你要是站在一个员工的立场上，理解他为什么抱怨啊，时间这么长加班什么什么，
你老板的态度就会有变化嘛。人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去替别人想问题，这个是一个前提。但是人，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你听各种意见，你如果用我刚才的简单法，你去想想，医生多，病人少，而实际上呢，当然是病人多，对不对？医生在这儿呢，咱们仨都是病人。对，哎，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人性啊，真的是我们要明辨是非，但是这个是非啊，又相当的复杂。是，比如说啊，乔布斯，你承认不承认，压力也是动力。当然，就这个乔布斯有没有 POA 的性质？当年就是在苹果的时候，不都是他的？当然咱都看书看来的啊，叫有一种叫现实扭曲立场。嗯，我也曾经经历过啊，比如说我的老板或者我的上司跟我说，我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你一定要完成，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哎。这些他们就说这个乔布斯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啊，他给他的这个员工就是，但是呢，当他的员工受到这样的压迫的时候，奇迹有时候也会出现啊。就人的潜能，就你刚才讲，他也就是完成了有些行为，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他是魔鬼，还是说他确实能够带来人的超越、飞升？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有一个事儿，他说叫有限责任。这个有限责任呢，如果用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就是要有一个边界，要有一个边界。我觉得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可能我们得需要用两套标准。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看有一个，应该是有一次岳云鹏好像去哪儿演出，说是他这个上台之前突然收到一个噩耗，说他父亲过世了。哎，对对对。然后说岳云鹏他就在那个舞台上边，他还是在强颜欢笑，就是继续逗观众开心，因为这事儿跟观众没关系啊，就是他们花钱买票了，还是得逗他们开心。这个真是。对，但是他一旦结束了这个演出，立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就说这个我不孝啊，我不孝顺，立刻要回去。就是这个故事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什么，是边界。刚才窦老师你说我们这个心理咨询能不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其实从心理咨询师就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不能一直做，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钟，到了这个钟我就不再是心理咨询师了。那是什么？我是我呀。我得回到我自己。就是下班了他也回到自己，不然是家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在一个边界之内，他是在那个职业角色里边，我去逼他，我去让他去激发潜能，让他去承担可能他难以承担的难以承担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清楚说这个事儿是有限的，不能把这个延伸到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边界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施压者，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就是你得了解你施压的那个对象，了解你自己和你施压那个对象的那个边界。我觉得像乔布斯或者你碰到的情况，那个人可能他这个施压者他知道我压到这儿会产生什么情况，而不是说我们广泛的说只要那么压都行。这个其实就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什么佛系养娃哈，我老觉得就很误会这个词。佛系是什么？佛教人家说观其根性而度脱之，我得要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我对症下药，我根据他的情况我来施压。他有的人你就是你给他这个压力他可以变成更好的他，有的人你就是不能碰这条线，所以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所以我觉得 PUA 这个概念不能滥用，但是类似的这个调调啊，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很有意思啊。当人被摧毁的时候，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你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说你那审美全错了，好家伙，就彻底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道行深，但是当了你错了之后呢？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批评的解体了。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这个男的，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就是说你都是错的，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很奇怪，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但是在这个重塑一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看见一个艺术品，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我说哎，这个行吗？
这好吗？有些时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最后你变得依赖他，导师出现。要是马爷来就能告诉你，今天的这个古董行里，我想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和导师，就是比如说很多现在有了钱的，对吧，老板或者什么的想投资艺术品，他们就说啊，说这个里边啊，对于外行人来说啊，这个鳄鱼池啊，那家伙你到一看这个展，你一去，很多专家老师就来了，这不行，这不行，那就好，你最后知道吗？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于是你只有认准它，什么你就认准它。这个有点类似于，我只能说类似于，你觉得类似于 PUA 吗？有点像。那你后来怎么能摆脱这个东西？我关心这个，后来怎么能挣脱这个东西呢？还是还没挣脱？不，加强学习，这自己草赢几次，就建立、啊、不是自己建立自己的认知。我觉得就是说啊，你比如说我请给很多老师请教，有些时候这些老师们互相之间啊都瞧不上，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瞧不上啊我不管，哎，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我就拿过来，而且呢我加以验证，嗯，我回家看书，哎，他这人说的靠谱不靠谱，哎，我加以验证，有的时候真的是请益多师啊，就是好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里面对一件事情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那么这可能就是比较有扎实的这个知识，就是总之还是说你这个自我这个自由的灵魂呢、没错，但是确实 PUA 现象平常咱们看见很多新闻，这个人呢、特别容易变成攻这个人意识的工具了，没错。刚才徐老师啊，他说他教学生说不要去迷信权威，是吧？就说这个人讲的那个人讲的你都可以听听，但是你最终的判断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其实这个事儿啊，要说起来呢，它非常的原始，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感觉，这个其实不是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准则，这是原始人类的准则。为什么这么说？我饿了我就要吃，对啊，对，我渴了我就要喝水，谁难受谁知道，对，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东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明教育啊，我们有的时候恰恰缺乏这个原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就是会有老师他会站出来，他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而这个说法很多时候啊，它其实确实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这就是现代理性，它告诉你说你不要光凭自己的直觉，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就刚才比如说窦老师您说那个，说一个人在说你哪里做的不好，然后另外一个人会生气，他说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对，你看如果从原始的反应来讲，他其实生气的这个反应是好的，因为这就是原始的反应嘛，我被说了我不高兴，这小孩都是这样的，就不高兴。但是你看反倒是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我们就会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对当做是对你个人的，你要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可能对你个人有益的一些建议。我们讲的这个话其实没有错，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的另一面，它其实是在去试图绕开这个人的一些原始的防御机制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被 PUA 的人是那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它就始终在告诉你说，你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你不能自己舒服什么就接受什么，然后你不舒服你就不接受，你必须要去接受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那些东西。我现在的咨询工作就是要教这些女生，就是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你该生气就生气。对，就是你得原始一点，你就是生气。自己那个人欲的灵性的那个东西。我一般从个人情感上，我不去同情这些人，但是我必须得承认，有很多 PUA 别人的人，他自己可能在人生经验里边，他也有被 PUA 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施害者可能是另一面的受害者，这个我是知道的。对，哎，这就是徐老师讲鲁迅的那个什么狼啊，在别的狼面前是羊，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他又变成狼，把更低的当成羊，是不是鲁迅讲这大概意思？对对，但不是指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要跟你讲的是，从这个 PUA 啊，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产生一种就说是没有自我了嘛。没有自我呢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我觉得挺好玩，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观察社会动向啊。那天我听见反正朋友男女吵架哈、我说这是个什么词儿，挺新鲜，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说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呐、
哎，我说怎么现在流行？后来我一查，在网上现在这是个特别流行的词儿，这是个流行词啊。工具，哎，徐老师，我还真的也查了查了查，什么叫工具人啊？泛指某人在不知情或知情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帮助，任劳任怨，随叫随到的付出，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哎，我好像也有点啊。这个工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女方对待备胎的态度。哎，这也不一定，有时候是男方对待备胎的态度，对吧？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却也不会得到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但是还上了瘾了。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这我这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他们爱的没有自尊，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动摇。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是吗？就是其实是种无所求的爱，是